早餐是妈妈一杯讨厌的牛奶，可爸爸说全不喝完才能补钙。薯片能不能再多吃一袋？不给就耍赖。午饭有颜色超级难看的蔬菜，但妈妈说挑食的孩子不可爱。还发我今晚电视不给看，明明我很乖。早上闹钟竟然没把我叫起来，幸亏我跑得比那公交车还快。到学校发现书包忘记带，老师好无奈。无所事事一整天，全用来发呆，正想着晚上回家可以看球赛。是谁连累我电视不能开，都是你不乖。没有了动画片的晚上好难挨，妈妈说钢琴曲要继续练起来。弹十分钟手指就歇菜，混混就过关。哥哥今天对我也不理又不睬，说作业好多砖头就把房门关。拜托借口不要这么烂，一眼就识穿。今天怎么没人愿意陪我打怪，突然间老爸一推门就走进来，要跟我谈谈早恋的危害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是谁跟爹妈瞎掰我背板花帅，傻傻一个人在房间思念承载。摊上这造谣的小坏蛋，承认我完败。